摩羯的没安全感排名第一，多疑第一。和摩羯一起，第一前提就是不要说谎。摩羯的敏感和细腻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得到的。如果他在意你，那么摩羯会第一感觉就会发现你的不对劲，他就会分析得出最后的结论，你是否在说谎？你们都是这样的吗？ CP 摩羯座属于气压越深气焰越寡的那种，有太多太多的话想说，但更希望对方能自己发现，有太多太多的东西想解释，却也不屑于解释，被误会也好还是如何，总期待着对方发现真相的那一天。可往往太多太多的事情都是在分手以后感情殆尽，对方才会发现，这就是摩羯座的可悲，永远不能被自己深爱着的人珍惜。摩羯座心软，即使受伤一待对方道歉便忍不住说没关系。摩羯座有点小脾气但很隐忍，不轻易表露自己性情和内心。摩羯座有魅力，个性张扬或内敛都对旁人很有吸引力。摩羯座对失去兴趣的人理性冷酷，对待爱人却感情用事。摩羯座固执，明知是错也要往前走，撞了南墙就把墙拆了继续走。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哎呦。